开始吗？还好。哎，可能是有点精疲力尽吧。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然后中间有吃饭，就中午12点到1点吃饭，然后休息，吃饭加休息。1个小时，然后晚上也是休息1个小时，嗯，差不多上班，就每天都超越极限，这个问题怎么说呢？有点难说，其实差不多算是做完了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其实还好吧，因为我跟老师说我要训练嘛，所以作业这块还是可以体谅一下。